谢谢各位，接下来由我来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团，他们分别是来自日本的岛田裕二先生 from Japan Yuji Shimada， 来自中华台北的郑宇哲先生 from Chinese Taipei Cam Zhang， 来自中国香港的范伟光先生 from Chinese Hong Kong Thomas Fan。 Ladies and gentlemen referees， 谢谢。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今天即将征战的十八位勇士。他们是韩国的选手金胜圭，中国的选手胡日格，韩国的选手朴俊勇 from Korea Park Jin Young， 俄罗斯的选手 Oleg Galiyev from Russia Oleg Oleyev。来自阿根廷的选手马丁吉尔 from Argentina Martin Gil， 来自中国的选手刘连杰，来自日本的选手山下刚 from Japan Tsuyoshi Yamashita，中国的选手樊荣，还有他的同胞中国的选手李慕哈，中华台北的选手何浩洋 from Chinese Taipei 何浩洋，来自捷克的选手查塔查蒂姆 from Zach Johnny Johnny， 中国的选手谢俊鹏，印度的选手桑德普库马尔 from India Sandeep Kumar，来自中国的选手洪涵东，中国的选手袁野，掌声再热烈一点，来自中国的昂日吉日嘎拉，阿萨克斯坦的选手安萨甘 from Kazakhstan， 阿萨甘库萨伊诺。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位来自丹麦的选手欧利拉尔森 from Denmark， 欧利拉尔森。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boxers， 我们有请全体的选手跟所有的观众来示意 ，Please step to the audience, please。今晚江湖 KO 豪杰勇壮士登上英雄榜，请各位选手更换战袍，准备出战擂台大赛，马上开始。